不说我还没发现，这仔细一瞧，我们两个不论是眼睛、鼻子、眉毛，甚至轮廓，看起来都有点像啊。真的很像啊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小学的时候还没有雀斑，也没有近视，要不是小学毕业那年摔了一大跤，龅牙变得越来越严重，那之前我可是班上的班花呢。哦对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的合照，那时候长得挺可爱的吧？这真的啊！你小学的时候简直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等等，你看。难道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妹？我开玩笑的。我从小跟我爸相依为命，我爸就我一个女儿，而且啊，我想我爸那个时候也没那个胆敢背叛我妈妈。我们长得像，应该是巧合吧？我想也是，我也没有听我爸妈说过我还有姐妹。我想这世界上应该还有一些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却长得很像的人。虽然我们长得很像，可是那也是小时候的事情。你看现在我跟你呀、差得远呢。我没有你那么漂亮，我有雀斑又是个大龅牙，说我们两个是姐妹谁信啊。不过呢，等我一段时间，等我存好钱之后，甩掉我的近视、大龅牙还有我满脸的雀斑，我肯定啊能够像以前一样漂亮，到时候我们呢真的可以半孪生姐妹了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等到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们再来合照一张。好啊。哦对了对了，都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唐珊珊，不是姗姗来迟的姗，是王字旁的珊。我姓孙，叫雨晴，雨天的雨，晴天的晴。对了，留个电话吧，我们交换一下吧。好好好。